现场嘉宾请注意，青少年马拉松预赛即将开始。生活生活意气风发。小高，真华中学田径队需要振作振作。你要是把工作给我。校长，咱们要组建的是田径队还是攀岩队？我是南方电视记者吴有礼，多多指教。所以现在要干嘛？凑足田径队五个人也是你的工作。20分钟到，给你3倍价钱，快点。19分钟，体育学院招生简章。新来的，你就是高技术的儿子吧？预选赛的积分取决于整个队伍的累积秒数，用时最短的3个队获得决赛资格。都给我跑起来！担任教练的高技术在当年全国赛因不当使用药物失去选手资格。你明天敢上场，信不信我见你是弄一次？走啊走啊！不是你会跑吗 ？Butterfly 啊！到底真正退赛的原因是什么？吴老师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离开赛场的那一天。我作为记者，我多么希望还有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把精神集中在你们的每一次呼吸，你们迈出的每一步上。我想要透过追求真相，让这个世界更不一样。你白精人才脱颖而出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相是以负数存在的。